今天我拿到了这样一个小玩意儿，它是一个充电头，但又不只是一个充电头。打开精致的包装，借不一手吧嘛，完美还原了麦金塔个人电脑的外形。这个磁盘口以及底部的散热开孔栩栩如生，果粉估计必入了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这块屏幕竟然是它的充电指示灯啊！Mac 用户非常熟悉的访达微笑会根据不同的功率显示不同的颜色，看一眼就知道是否在快充了。不仅颜色可变，包装内还有不同的图案可供替换，甚至官方贴心的准备了贴纸尺寸与线框图，方便玩家 DIY。 在不充电的时候，甚至可以单纯将它作为小夜灯用，为了环保，过一会儿它就会自动灭灯的。拔下插座还可收起插脚，减少携带体积。做充电头最重要的是充电，在充电协议上它支持 PD 3.0、 PPS、 QC 3.0、 SCP、 FCP、 AFC、 Apple 2.4 等等，苹果安卓都能快充，还可以激活华为的超级快充，华为用户呢也能试用等等。它还有个20伏的输出，这就意味着你甚至可以用它为笔记本充电。最新的 M2 MacBook Air 在日常使用时甚至整机功耗会低于20瓦。那么使用峰值功耗35瓦的闪击 Retro 确实可以边充边用。什么？你用的是 Windows 笔记本？办公轻薄本呢也能充电应急。这么一款充电头满足了我们数码爱好者对于颜值和性能的双重需要。149元的价格买发光手办送快充头，你们能接受吗？